其實我自己可以成為Kinohimitsu的代言人，自己係覺得好榮幸，因為大家都知道Kinohimitsu係一間好有實力嘅公司，係被公認好好嘅品牌，同埋佢係健康美容嘅領導者啦。其實佢入口都幾清爽、幾提神。咁啊，之前咧，因為我拍戲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咧會敏感啊，皮膚會出粒粒。 咁同埋會有少少輕度嘅發炎，但係飲咗之後咧，慢慢改善呢啲缺點。